二月十日，有摄影师在微博晒出一组古力娜扎最新机场街拍。娜扎身穿黑色卫衣，搭配粉色外套、头戴墨镜和棒球帽，颜值依然在线。娜扎现身机场，反反嫩嫩如少女一般，这身打扮也显得优雅灵动，格外有气质。街拍基本走的是随性风，今天也是轻装上阵，简洁为主，同时也不刻意熬造型，短发变齐肩长发，越来越有气质了，美得不像话，不愧是娱乐圈的颜值标杆。自从娜扎和张翰分手之后，一直醉心于工作，快过年也忙个不停，十分辛苦，希望越来越好。